今天又找到一个只有福建人知道的小破店，他家啥好吃啊？啥好吃？他家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炒菜哪个是拿手？我家就大众，没有啥拿手。饺子最多现包的啊？对，这可有锅包肉呢，28。那点一看看，他家做怎么样？来个芹菜粉吧。那次我在那小店吃那芹菜粉，老好吃了。就是两口子干的店呗？对，我俩干好几十年了。10年。连餐厅带厨房就这一块地方。对对。白菜肉的肉可给挺多呀。其实肉便宜了，肉便宜多放点，肉是贵点就少放点。你看这锅包肉，你真给现切里脊肉啊，这个是真的。哈尔滨的名菜锅包肉，哎呀，这是打别人那么酸，你饺子也好，太快了。这酸度直接到这儿，败酥里嫩，还可以，挺好。饺子酒，饺子酒，咱整点三篓子，敬你们一杯啊！大饺子，好吃，饺子馅不错。咱们整个驴肉吧，驴肉水饺里边还带汤汁的啊，还是驴肉香。我当年上班的时候，这一盘芹菜粉跟3块，现在他家算便宜的10块钱。哎呀，我拿个凳子吧。哎呀呀！买下单，大姐。53。